漂亮的身材。流行捞肚脐，流行捞肚脐。现在流行带大家去月球，去外星球。去外星球啊？嗯、哦，那么去外星球，请问外星的女生是不是都穿这样子的服装呢？现在那可不一定。我刚才好担心你这个裙子掉下来呢。对，就是掉不下来，好讨厌。不过，对面我感觉以前安尼掉，怎么样？伊这肚脐吼，我。经过我会看相嘛？你什么地方看相的？他这个肚脐是属于人间极品啊！哎呦，怎么讲？真的吗？真是美丽啊！肚脐深深搞得紧啊！哎呦，袂歹啊！肚脐深深是搞得紧啊！不是啊，流行现在流行什么？看到我的话，并不是流行工地秀，你们不要误会了。流行的是外星秀，看到我后面的吗？你看过外星人并不稀奇，你们听过飞碟的声音吗？看过飞碟也不稀奇，你们看过异形吗？年代大的好可怕，让我们来去看看今天的外星秀到底秀些什么东西。Let's go！ 哎，那我们还化妆，他们不化妆的。飞碟的声音。听到的是这个声音吗？对。哦，飞姐在飞的时候就发出这种声音。对对对。那这个，再看看美丽的罗碧玲小姐，用很漂亮的色纸剪成一只很可爱的红鹤皇冠，还有她腰间的尺也成了一条很漂亮的裙子，还有她脚踝上面很多的笔套。周末满点秀，嗨嗨，咱需要拢了解，不是啦，亲情，不是青菜。有人讲好，我伊有人讲歹，那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车无够大，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想歹看。载着好车惊人偷，摆出歹摒扫，行到收好，惊鞋仔高，洗某对人走。那亲像在佚佗，不是啊烦恼，不是紧迫。我到底放在有啥法度？伊是无撇步，欢喜就好。满点秀，哎，今天上欢喜的就是咱要来讲咱的流行。流行是什么？许淑媛。有了，
千万不要让青春留白。哦，不要白回泪哈。年轻不要留白，周汉良。享受是我的喝彩，仿佛生活好好安排。阳光随我走，不再坏，恋情不再徘徊。风采，爱我就趁现在，年轻岁月可比无赖，不要留白。阳光推我赶快，青春已是不在，逍遥自我何必无赖，烦恼抛开。尽情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留白，年轻不要不要留白。今天带来的超级偶像王梦玲。星期六，星期六他来了。好酷，满身是油，好像好像，哎呀，手持扁担，晚上挤公车，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快乐。星期六，星期六要不接近了。星期六，星期六，今天星期六。打一通电话，梳一梳头发，换上牛仔裤，带着女友轻松地走在宽广的大道路。的这位年轻的超级偶像，哇，没事来都很玩得很开心啊，真的。翁当哎，好久不见了啊，好久不见了。哎，现在流行什么呢？你流行星期六，星期六你别痛一下。星期六啊，星期六通常我都带家人出去这个吃饭。去吃饭，吃，看他挂身材就知道了。我们现在谈谈我们美丽的陈雅玲小姐，流行现在是流行淡妆还是流行浓妆啊？嗯，浓妆。现在流行浓妆。上舞台的时候浓妆。就像我刚刚唱的浓妆摇滚，最重要是后面的摇滚。现在流行飙舞，现在流行的飙舞到底是飙什么样的舞呢？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来，罗比你来一个。对，周汉良会啊，周汉良可能比较会吧。周汉良飙舞一下来。流行是在日本流行啊，就是在街头像年轻人啊，都是放很大音乐啊，就在街上跳。流行这个舞叫做裸西嘎罗。那陈雅兰流行这个很漂亮的浓妆，但是是浓得很淡的飙舞，浓妆带淡这样去飙舞。对，好，那如果是你们歌仔戏唱的时候，也用这种飙舞的方式去唱，会变怎么样？你看看浓妆摇滚的歌仔戏，如果是不要，如果七字仔啊，那就那浓妆，这个一定很难看啊。人家那个小生是骑白马，心跳白妹也不错，也不错。来看一个这样子的，来，就一个心跳白妹，就三个，耶，心跳白妹，走三关，我该换所以哦，要回中亚关。我知道。哎呀，看完了这个浓妆摇滚的这个寡姨啊，人家知道原来是薛平贵可以笑，非常的可爱啊。我们再来看看，哇，漂亮的身材。流行 low 肚脐，现在流行带大家去月球，去外星球，去外星球啊。那么去外星球，请问外星的女生是不是都穿这样子的服装呢？那可不一定。我刚才好担心你这个裙子掉下来呢。对，真的掉不下来，好讨厌。不过，怎么样？我感觉以前安尼掉，怎么样？伊这肚脐吼，我。经过我会看相嘛？你什么地方看相就看到？他这个肚脐是属于人间极品啊！哎呦，怎么讲？真是美丽啊！肚脐深深搞得紧啊！哎呦，袂歹啊！肚脐深深是搞得紧啊！不是啦，肚脐妥妥要娶某啦！哦，肚脐深深要得紧。好，过来嘞。有啊，你肚脐深深来先生。
开开玩笑啦。不过我们美丽的罗碧玲小姐呢，她今天呢想秀给这个曾国成先生说，你除了去唱卡拉 OK 之外啊，还有别的娱乐，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娱乐。对，可是我怕里面有穿帮秀。真的有吗？我哪里知道啊？那个地球大旋转，那我是穿了一个大裙子去的。真的、啊？对，不晓得转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都、就是安内特别好看，在夏天就是要看这个眼睛出冰淇淋啊。我们去看看，来，哎，罗碧玲小姐带我们去拿个月球，哎。那个好像是外星人啊，是外星人，这是真的去拍到的，不是模型哦。那是曾国成站在那边。对，所有都有。周末满点秀，听到。流行，流行，现在流行什么？看到我的话，并不是流行工地秀，你们不要误会了。流行的是外星秀，看到我后面的吗？你们看过外星人并不稀奇，你们听过飞碟的声音吗？看过飞碟也不稀奇，你们看过异形吗？黏哒哒的，好可怕！让我们来去看看今天的外星秀到底秀些什么东西。Let's go。哇，哎，真的有飞碟，有 UFO 是不是？对对对，而且都是真实的，真实的记载下来，而且都有记载哪一年代、哪一个时候发生的，谁造出来的，然后还有他们的模型在，哈、啊、哈，这全部都是从外国进口来。就是、你在那边有没有邂逅哪一位外星人？我真的不愿意，因为他们长得实在着急、啊哦，长得实在跟我们不太一样哦，实在完全不一样。如果罗碧玲跟外星人哈、哦，他们这个异族结婚的话，他们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呢？阿仔又笨又丑嘛，这是一定的。你看，可能这颗都是瓜西。你讲那个是娃娃鱼。不是。听说他没有骨骼，啊、他里面是绿色的，很像橡皮。你看，对，没有骨骼哦。嗯。哦，这个是那个麦田的那个照片。对，他们的麦田，他们的田长得很奇怪，这不是兵马俑，这是外星人。这是女性，对，女的，女性的脸长得跟男性也差不了多少嘛。对，所以讲我们现在地球做地球人实在是很天花的啦。哎，那我们还化妆，他们不化妆的。飞碟的声音。听到的是这个声音吗？对。哦，飞碟在飞的时候就发出这种声音。对对对。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穿帮秀要来了。这个玩意儿叫做，你看。哎呦，四处乱转！如果你要上太空说的话，要飞上月球的时候，要先训练这个，这样子，对，有办法做这个，才有办法上月球。对对对，那我绝对不会吐。那你那天下来有没有吐？没有吐哎，其实很好玩哎，这是人工手操作的，其实根本就不会怎么样，很好玩，很稀奇的一样东西。你都不怕吗？一点都不怕，我觉得好玩到没命。哇，我不行了，了不起，我看着真想去玩嘞，真的。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平要澳门人跟他老皮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知道我跟他阿伯说那个 KTV 现在流行的为什么会流行的原因、哦、为什么好你跟我们说一下这卡拉 OK 有些日本发明的啦、但是在台湾这样流行请客是台湾在红回日本的他讲的我就真的很知道因为当时的日本流行那种卡拉 OK 是一大间、那么大家共同来使用一个麦克风轮流的唱后来台湾也非常流行不过在台湾后来流行的时候因为大家为了抢这个麦克风啊、发生了一点事情要、所以现在我们的 KTV 呢一间一间的房间这是由我们台湾开始发明的在流行回去日本所以日本它不叫做 KTV 它叫做卡拉 OK BOX卡拉 OK box 一个盒子一个盒子一箱一箱的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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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厢房的所以变成是我们这边是流行的鼻祖真的哎所以这个卡拉 OK 是真的蛮有趣的一个很正当的娱乐哎我们再来看一位啊哎也是非常受到欢迎的钟汉良你好是新人啊钟汉良你平常在这个周末啊干嘛有什么自己的流行年轻人把那个珍贵片段留下来，比如说拍照啊，拍写真集啊。好，这有些女孩子甚至拍裸照啊，就留下来。那我老的时候，请问你，对女孩子拍裸照，你有什么观念？如果是我的女朋友拍的话，就给我看就好了。那如果是徐淑媛来拍呢？就她的男朋友一起看啊。你也不赞成，你也不赞成她去拍，是不是？不赞成，赞成，当然赞成啊，是留恋呐。可能老的时候，她不可能有这个身材。你认为她老了就没有这种身材了？那我们来谈谈徐淑媛，她最漂亮的身材。刚才现在流行穿这样子，是不是？这个故意第一个扣子都不扣，内裤外露，把内裤外穿这样，内衣外穿嘛，内裤外露。哇，那这样子会不会掉下来啊？
瘦的时候会掉。那徐淑媛，你平常都流行什么？流行，现在年轻人都蛮流行飙车。飙车不好啊，很危险呢。现在不仅年轻人流行飙车，年长的人流行去看飙车。这个不可以助长，不可以助长。那应该怎么办？我们要到比较有安全措施的，哎，嘿，就也不会妨碍到人家的。我们去到那公共，就是有些娱乐场所，专门就是专门去赛车的，哦，赛车场啊，F1 赛车，哦 ，F1 赛车就让这行人也不会走进去，对，别的车辆也不会走进去，不影响到别人的。而且你又可以很专心去开车，可以怎么开怎么开都没有关系。你看看你所说的，十足的安全感。其实哈，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待会儿还带来很多很精彩的节目，请大家不要走远了，继续收看我们精彩的。周末满点秀，听到！周末满点秀，听到！哇，又是一阵清凉哎！我们现在来谈谈啊，流行有一种是完全不退流行，永远不退流行的，就是我们的家庭和乐，家庭亲子。嗯，因为现代人都是很孝顺父母，那也很疼爱子女，就是子女的这种和乐哈，非常重要。那你家呢？我家也是三个人，那因为现在比较忙，所以都常常出钱让妈妈自己去旅游。那有时间的时候，现在陪妈妈出门看呀。对啊，我也很羡慕这样子。那小时候呢？小时候啊，小时候跟哥哥不合。为什么？只有我们两个人常常吵嘴。兄弟姐妹之间难免会有这样子打打骂骂的，不过最后面还是人家说哈，哎，啥怕火的啊，才亲家弟嘛，所以兄弟姐妹还是非常的和乐。对，哎，王梦玲呢？我这一辈子就被五个女人克到，年纪最大的76，年纪最小的6岁。最大的是你妈妈。对对对对。小孩子的奶奶。然后我太太，然后三个小孩。那跟我女儿之间的交往，因为他们没有哥哥，所以我是就跟他们哥哥一样，他们叫我叫大哥爹。所以我们一家生活应该算蛮非常好的。大哥爹，我倒是第一次听到的。然后我的女儿这个成绩，我也不会说去强逼他们要考了多少分。你只要对得起你自己就好了。开明，品性最重要。品性重要。现在是五育并重嘛，所以功课好之外，那个身体也很重要，品性也非常重要。难怪他女儿都没有一个戴眼镜人。快了，快了，快了。不过他们虽然不是说每天一直在读书，不过他们功课都很好。徐淑媛呢？我们有4个兄弟姐妹，爸妈都还健在，以前都住在一起，我爸爸不让我们分开，不让我们出去。哎呦，打架有哦，长大还在打耶。长大了还打，到几岁了还打？前两年我还是去年还在跟我妹妹打架。真的吗？真的。你赢还是他赢？当然两败俱伤，我爸爸看得很难过。那为了什么？为这一种流行吗？为什么会跟妹妹打架？很多人，我妹妹喜欢穿我衣服嘛。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吵架流行什么？用橡皮筋射。不要乱讲话。小时候了，小时候了。千万不可以哦，他讲的这个不行。绝对不可能，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哎，这开什么玩笑？来，我们现在看看今天的流行秀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的秀。很多漂亮的模特啊，他们用这个文具的用品，尤其是什么签字笔啊，很多颜色不同颜色的笔，或者笔套啊，或者什么橡皮擦啊，摆在身上就是很漂亮的事物。请教他们一下，请问了，赶快买下去。请假，别文具用品放在衣服上的秀，来。现在是胜利女神，美丽的胜利女神，又端庄又美丽。哎呦，龙龙胜利女神的帽子就是用很多的装饰装饰出来的。哎，胜利女神发现了什么？开心了。笔壳，笔套啊！再看看这位男性的模特，他的眼镜跟他的蝴蝶结都是用笔来做成的。哎，极佳好款！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从印第安来的，哇！哎，王梦玲，特别邀请为这个是不是我的同胞啊？对。吉林州嘛，大家给的，我都说过了。这是今天才空运来台啊，沈文成的妹妹。哎，大家给的，马上的，运动快通了。
笔就能够做出来这么多漂亮的衣服。今天的印第安服饰也是用笔来做成的。哇，美丽的印第安女郎。再来看看我们的曾国城。曾国城，你是要去倒？哎，曾国城手上拿着，哎，也是书夹，书夹就可以成一个漂亮的周末满点秀 ，Hito。耳朵旁边站着许多漂亮的回纹灯，还有快眼倒台哈，笔套，剪刀、削铅笔机。漂亮的笔袋，还有订书机哦。再看看美丽的罗碧玲小姐，有很漂亮的色纸，剪成一只很可爱的红鹤皇冠，还有她腰间的尺也成了一条很漂亮的裙子，还有她脚踝上面很多的笔套，也是一种别具一格的装饰用品。好，谢谢，谢谢杨老师。哇，来看看，来看看。那先来看啊，这个曾国城先生，你今天怎么很特别的领带？这用抓盖啦？哎，这个订书机、订书针的，不是，是那个图钉啊，图钉。哎呦，你讲的不对。哦 ，very cool。那请问这是什么？这是钉啊。钉啊，只能钉在这个领带上。钉啊，那剪刀呢？剪刀是这样子的。哎，拿出来以后啊，王梦玲，你太危险。其实把不必要的都把它剪掉就对了。哎，那个神奇小刀，里面的所有的文具的组合全部在这上面。哎，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很漂亮的造型。那像你胸前这是？这个是立可白。哦，立可白。对，我就串成一条项链。串成一条项链，还有手镯就是笔盖。啊，笔盖。哎，脚链也是笔盖。那腰带也是用色纸。腰带是什么？哎，对，色纸。用色纸。还有皇冠也是用色纸。啊，耳环也是。哎呀，回纹针。回纹针。还用橡皮擦。橡皮擦。哇，真的是蛮特别的啊！这样让我们每一位亲爱的朋友知道，尤其现在是暑假的期间。对。那有很多人在暑假在家里不知道该玩什么，像自己玩一玩，打扮一下也不错的。穿这个可以上街吗？可以啊，一样可以啊，花一点厚啊。我是建议啊，曾国城是最好身上装几把刷子比较好。干嘛？刷子？哎，因为你的污点太多。不用，他自己有好几把刷子，而且各方面都有。我是没有刷子，但我有一把脏须。脏须跟刷子是不一样的哎。脏须长什么样子？脏须是说一。对，刷子叫做掌签啊，那个有一个那个一圈这样子可以来刷东西，那个叫什么？刷锅子那个叫？那个叫撸啊，撸啊，叫撸啊，掌撸啊。对，这种流行，流行开始学闽南语，那也是不错的啊。我帮你笑什么？哎，有那么可爱的文具，还有看我们的图钉，可以把我们的周末满点秀。哎呀，对对，结果这是图钉啊，来我们看看反面，这样就构成一个很漂亮的图案。周末满点秀。Hito， 你真的很棒啊！感谢今天曾国城、罗碧玲为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很特别的秀。我们稍待一会儿再继续欣赏精彩的周末满点秀 ，Hito。下午啊，我时间过得真紧啊嘞！雨果，给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呐。是啊，是啊。不过在讲再见之前，我想跟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的特别来宾稍微聊天一下啊。像曾国城，你最近除了主持节目之外，还在忙些什么？我接了友台的八连档一出戏。有没有唱歌啊？什么时候要灌唱片啊？我看王梦玲王大哥，当我要替他出唱片的时候，我的视力是跟曹宗章是一样的。哎，你今天戴墨镜戴这样就蛮像的哦。哎，那我们也谢谢陈雅兰哦。雅兰在演歌仔戏跟歌唱之间，你的时间要怎么分配？我是歌仔戏出身，所以以歌仔戏为主。刚才你一开始演出这样子，有时候你为了唱歌仔戏，忘记了想到你唱流行歌曲的时候的感觉，就把那个流行歌曲的感觉唱到歌仔戏里面去。这平平地方戏，因公司哦，一向最喜欢最会这个不按牌理出牌。哦。那也许会有
不一样的陈雅兰的表演方式。对对对、哦嗯，那你呢，美女？我最近接了一档台视的八点档连续剧，因为我非常崇拜这个编剧、啊，这个精神好，他不看把新台币不看在眼里，他是为了那个编剧才去演的。对对对，他本来就是一个很罗曼蒂克的人，真的。钱算什么东西嘛？前是胸后是背嘛？你看我瘦的前胸贴后背的，我就知道我很有钱嘛。我们的罗碧玲其实是蛮可爱的啊。也谢谢王梦玲王Sir来讲几句哈，他厉害爹给讲几句。忙卫星的节目忙完了，现在可能再要把以前的歌再拿出来重新整理一下，再关一张。哦，炒冷饭嘛，讲清楚啊。卖给冲低了啊！也谢谢徐淑媛，谢谢主持人带来这么好听的歌曲，这么流行的服装，谢谢，哎，带我们去那么好玩的地方。他来就是他跟罗宾来就很养颜，哎，不知道为什么。很养眼的，很养颜，很养眼美容。这个节目啊，我觉得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而且带给大家所有很多新奇的东西。嗯，什么样的表演都有。这个有人家喜爱的美艳的红星，有这个喜爱曾总的王董，还有偶像，哎，还有我们可爱的主持的都有。也谢谢钟汉良，谢谢你啊！哎，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要来参观我们现场的录影，别忘了这里有索票专线，记得打电话来。579-0988，唔当别记啊吼，跟卡吼。感谢您的欣赏，更谢谢今天由曹董董承英老师所领导演出的董承英舞群，还有杨雪清杨团长所领导演出的台视大乐队。感谢您的欣赏，别忘了下周六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精彩的周末。